来啊，每个人抱着个乌托邦，不要给一点的增加啊，我抱着个大气球，这个气球呢用不了劲儿搞，那么你太使劲抱着破了一截啊，它破了，再也不让它破，而且呢风来了也不那么高，就是啊在一年呢啊，可是呢，这里头直立就出来了啊，慢慢儿就出来了。如果你一使劲一弄，肩的紧这个紧，一股秋的东西，都用抱着个秋的手，这样啊，这秋说啊，好像有个手开始，这个秋在这，咱们要放过就完了。这个什么意义呢？一啊，一想过去，那么这个头就是。让这手上有一个姑娘让这手拉，然后呢这手心呢这都有这个有来了，把这个肩上拿出去，把这都肩紧了，有一定今年的慢越慢越慢，注意多长空吧，多长也不要这么长，也没个线在这个衣服里到地上当着看两个三个，这样试试那个肩不紧了，然后你就再试试里有，这是露形的，露形的这个是吧，开始你说啊有了，这是往里面的这不动了，自由自无里面的这样要动不动，然后这个肩也能松了，这个肘呢再这样，你看把这个膝盖也松松的，哎这样都有，这手尖这大脚趾头也刷这个声音了，空中也有一个啊，可以无处不弹簧啊，都是这个弹簧的，这样呢都打这个底了，吃冰了，然后你脚底下一站啊，这个驼一顶这个花的声音了，也是你找这一种啊，讲什么五心一合呀，就是手心交心两个交心啊，上心呢六心啊，六心合呀，就是天然的一种意思啊，是一贯翻身啊，这力量哪儿都有了，所以你站的时候它都就是很舒服啊，这时候要是呢呼吸自然，这个呼吸掌握自然，累了然后把这手一进啊就可以了，进不贴身啊，但是你贴的是我们就三分力啊，所以就是你贴麻烦你地方啊，放松，如果再累了我给你慢慢慢慢的搁到肚子上吸一个啊，这样也可以啊，这样可以也可以这样，都可以啊，然后你去这个就看你自己怎么舒服练，这是加力放松啊，这是一个整体的，开始加力有了最后张累了我可以放松，放松力了我还可以再交着站啊，这是自己看自己来掌握啊，那么练完了这个呢，这是个这是后援装啊，这个基本装，你练了这个好，他慢慢有了这种力量了，然后你怎么练都可以，你看比如一遍就让你看到毛毛这个地方就过来了，再过来呢就是讲三焦两顶加上完，你看再看这个地方叫这腿面儿叫这个臀部啊特别明显，膝盖加呢加呢这个地方加就加起小脖子加啊，加这个东西呢就加上肚子了，顶呢膝盖和腰顶，它这个毛溜呢这个手呢这是个剑啊，胸毛溜嘛这个套一层套一层手抽一层，你看这样这个呢还是抄好了，这抄了又抄身指啊，这样背后呢靠了一个杆子似的啊，你看这样出来，你再这样呢也是这样子，你看这样子，如果说在这画出来一蹦出去了啊，用着使劲没有了，所以你跟手心就给你稍微一点，你看就这样，一般的我们养生不讲使劲，佛家道家儒家都守丹田，什么叫丹田呢，也就是肚下气呀，这个气还泄啊，有个上丹田了，这个我不说是吗，这个人呢是自然的气，丹田呢丹田是气啊，练气
发地田那是地方，这个启辰的地方是启和姓，一般真有法三年三年三种是两种，就是松柏树不是一种，是两种啊，单年是两种，你没练好气你讲什么单田的不配用得了啊，就是了，他就吃饭的，一看他气不难，嘴吃饭的一直没事的，眼睛看着眼睛出来，你让这吃饭，你让这说话，他就是不行，所以我们站上了脚趾去了，站出来了一转身了，他气就是疼的了啊，这个气什么力道，力道气道，这个气像一把的气，就是花气来弄就那个气，这个气呢就是一个人身上不休息啊，内在有三宝，什么三宝啊，精气神，聚精气聚神，他一般老了，哎呀气不足了，气就不足了，他就老病了，我们正在年代气血正足着呢啊，这每一个人都真是这么知道，所以我们锻炼呢这个气呢更要加强，先加强这个控制啊，所以自己站着说啊，不要想我说什么呢，他这个气一马的手四肢末梢分明往哪走，所以他这个气开始就整了，就整理啊，因为什么他这个力量不是几乎这儿有那儿有，所以站着说啊，他这个力量是完全一贯三日嘛，所以也就是气的大家站着说啊，基本上有不明白的这个再问吧，他这今天站得非常好，但是哪一个人肩呢都有点紧啊，要松开，松开就好了，大家是不是站累了，因为肩太紧了，这种再给他们想一下可能我能只能给到给多的翻译给多的。哎呀，喝这个就行，其他。我你看啊。王姐姐啊，自己有几个兄弟，就是因为使劲了，太大了，使劲太大了，在这个地方不使劲吧，